对，你写一篇是多久？我30分钟。30分钟 ,OK, 你请你教教我。怎么可以30分钟写一篇稿子？我真的要分享一下，我写公众号，我是直接对着那个语音讲30分钟，然后编辑帮我整理成文字。哇，你太幸福了，你太幸福了。对，你多久上传一次？每天，就10分钟吧。每天上传一次？每天啊，就是微信是一天发一次，所以然后其他平台一天发80条。你确定？真的、啊？你没有关？我等一下给你看。好，就习惯了。我大概是一周一篇哦，对我来说已经很，我觉得已经很吃力。嗯嗯，所以这样才是精选的内容。